那你们刚不是说要一起玩？对呀、啊。小关，你要遵守规矩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遵守规矩就去怎样？没有遵守规矩，等一下要去阿伯那边罚站好了。有谁要罚站的啊？哦，我看到有人在抢玩具。小关拿着里面的。小关，等一下去里面罚站好不好？不要。那可以一起玩吗？可以。可以哦。哦，你看一格格在吃这个，好好吃哦，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。等一下给乖乖，这样。我也要吃。你也要吃，嗯。一德德要一个给小乖吃吗？嗯。还有，等一下还要吃一个。你会开吗？不。哦呦，谁的水壶掉下来了？打开的，水壶的。哇，拿一个就好，不然太多了。哦，不然等一下蚂蚁跑进去吃好不好？不要。不要给蚂蚁吃啊。要等下蚂蚁蹦蹦蹦。然后你要把蚂蚁吃掉。它会关起来啊。对呀，赶快关起来哦。哦。你喜欢吃那个吗？喜欢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什么？小乖知道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形子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形？形状啊，这是正方形的形状。不是，爸爸，这是椭圆形。这是被我吃掉的形状。这是椭圆形啊。椭圆形，椭圆形。这是达达达，这是叫它菱形也可以啊。哇，你也在吃啊、哦？这是菱形。你要吃很多吗？这是什么形？这是谁做的？我问你。我。你做的、啊。那我问你，你会给它这样吃吃吃吃成吃成圆形吗？我很多莲花棒。来，你会这样吃吃吃吃成两个三角形吗？做梨花棒，那要变成两个三角形就这样。那谁可以把它吃成两个三角形呢？不会用三角形。对呀、啊，吃吃吃，然后变成三角形。嗯。你知道吗？这样很好吃，这是阿公做的、哦，还是阿妈做的？是我心里做的。是谁心里做的？是我啊。你做的、哦。你怎么做？我爸爸做的。那我这个……你爸爸怎么会做肉干？他只会抽烟而已啊。我自己做的。用这个肉肉来做、哦。这样吗？啊？用这个肉肉来做。哇，你这个是什么？飞机形状啊。对。嗯，我用这个肉肉来做肉干好不好？用这一块肉肉。这是什么车头啊？哦。这是什么？你看，我看这是什么形状？